係係乜嘢嘢咧？對一般大眾嚟講咧，尤其係華人，你同我第一個嘅形象就可能就係一個家庭。有多少有幾多次你聽過就話教會就係屬靈嘅家？請舉手聽過呢句嘅話嘅，大家都聽過係唔係？只不過就話家係一個嘅華人嘅意念當中係一個特別嘅一個嘅形象。家係唔係每一個民族裏邊都係相同嘅一個嘅意思咧？我相信大家如果誠懇嘅，亦都會講到咗唔係。如果教會係屬靈嘅家嘅話，係咪淨係為華人咧？因為我哋係有咁樣嘅一個嘅意念，講到有關家。頭先你同我所讀嘅經文係主耶穌基督對邊一位講噶？彼得喺熒光幕上邊，我哋睇到有一啲嘅影像。其實呢一個係 Jenny 同我十一個月前去土耳其所影嘅一幅相。當大家諗到去土耳其嘅時候，就會可能會諗到喺啟示錄裏邊，約翰會寫咗，或主耶穌基督叫約翰嚟到遞咗七封信俾當地嘅一啲嘅教會。而呢一個喺影像上面嘅教會，係菲拉鐵菲 （Philadelphia） 嗰一個嘅一個嘅教會。如果大家仔細嘅嚟到睇嘅影像嘅話，就會發覺，點解得翻幾條柱？嗰時候 Jenny 同我去到嗰個教堂嘅時候，係。淨係得翻幾條柱。其實去到土耳其嘅時候，睇到每一個喺啟示錄所講過嘅教會，有啲連個柱都冇啦，有啲只不過係一塊嘅荒地。咁樣你可以問到就話咩嘢事發生啊？如果大家是去到歐洲來到旅行的時候，我相信你亦都會走入過去一些很宏偉的一些教堂裡面。只不過有些教堂今時今日已經變成這個飲咖啡的地方，有些可能變成了 pub 飲啤酒的地方，有啲咁，你可以問到就係同樣嘅問咗一個問題，就話乜嘢事情發生？教會係乜嘢嘅形象？教會今時今日應該有乜嘢嘢嘅形象？而呢個形象嚟到帶俾我哋有一個嘅使命感。頭先讀嘅經文啊，頭先讀嘅經文。是耶稣基督和彼得在对话的时候的一段的对话，一段的经文。耶稣首先就问到他的门徒，你说我是谁啊？我相信对你和我来说，这一句这样的话是一个很典型的一对句话。你是说我是边个？当然彼得就会讲到说，你是基督，是独生神的儿子。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和我在主日学或者你和我在查经班里面会想到什么东西？好东西，金星奖俾佢有個腳，俾佢有個個雞髀，或者俾佢有個鴨髀，因為佢講嘅係正確嘅答案。但係就話到講咗正確嘅答案之後，
之后有啲咩嘅需要做嘅嘢，或者系拥有呢个正确嘅答案就啱啦，就好啦。你同我都会谂到，就话主耶稣亦都同时嘅会讲过，就话你要日日嘅背咩话？十字架。主耶稣基督讲过就话你，即系彼得喺度讲到就话你系基督，系独生神嘅儿子。而彼得会继续嘅讲，耶稣会继续嘅讲落去。头先你同我所读嘅经文，佢会讲到，前一个嘅经文，那个slide， 对唔住，耶稣会同彼得讲，我仲话俾你听，你系彼得，我要将我嘅教会建立喺呢一块嘅磐石上边，当你同。往下，好，多谢。当耶稣同彼得讲呢句话嘅时候，你同我都会谂到就话咩意思啊？佢唔系叫做彼得咩？可能有啲弟兄姊妹就会讲到吓 ，well。他的名字其实是西门，不是彼得，后来耶稣才将他给个名字给他。在主学或者在查经班里面，你有很多很多的争论会讲到说啊，这一句我们应该怎样解呢？因为其实主耶稣基督是用了一个所谓的 homonym 同音词来到讲到有关这个的联系关系，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关系。你是彼得，对不起，你是彼得，在这一块的磐石上面，中文里面同这个希伯来文是有同这个希腊文Greek 希伯来文里面是有些的不同。希腊文，对不起，希腊文和中文有些这么多不同，文法上面有不同，字眼上面有不同，这里有一些的东西是没办法也是中文到翻译出来的。这一块磐石是这一块，只是这一块的意思，不是说这一块，是这一块的磐石上面。而这一块的磐石是什么意思？你和我可能都已经知道是什么意思。这个磐石的意思就是说真理，而这个真理其实是什么东西？刚才彼得已经讲了，你是基督，你是独生神的儿子。但相同的，有了正确答案又怎样呢？你和我今天知道真理，或者拥有这个真理的定义又怎样呢？而这个的真理，主耶稣基督是基督，是神的独生子。你和我明白这个真理之后又怎样呢？好容易的就会想到，就这一句的经文和这个罗马书保罗以后写的罗马书里面第十章第九节，你和我都很熟悉的那段的经文，就说当你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将他从死里复活，你和我就必得救，是不是这样？只不过当中的用词，当中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而这个的基督，而一个你和我要做跟随的基督，是需要有些什么关系？
是需要有些什么的心态，需要有些什么的行动。相同的亦都话到话，教会是一群的基督徒聚埋的地方。在启示录里面亦都会讲到，就话教会是基督的新抱或者新娘 Bride of Christ。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和我是应该在教会里面做些什么，而教会本身应该做些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想着教会是不是耶稣基督说到，就说哦，这个在磐石上面起的教会，或者在真理上面起的教会，就是为那十二个门徒，或者一百五十个门徒，为那些和我有同相同意念的那一批人来到建造的。或者教会是不是好像保罗所写的，在这有关 Berea 教堂里面的那些人，日日查考圣经，为了这些人来起的，是不是啊？教会的主要的目的是不是一个神学院，一个的教导所？或者换一个话来说，教会主要的形象是不是好像在罗马梵蒂冈里面我们所看的这么宏伟 的一座圣彼得大教堂咁样样？当我哋走到去嗰阵时候，就睇到就哇，好犀利啊，好宏伟啊，好有气势啊。或者教会系唔系就话到话一啲嘅同声同气、同文化相同嘅一批嘅人保留喺嗰度？所以这个的基督文化，或者所以这个华人文化，或者所以你和我的所觉得是很自在的一些的东西可以保留下来。教会相同的就好像耶稣时代，他其中的门徒是有这个粉锐党的。粉锐党的这些的人就是说到说罗马政权是不应该在巴勒斯坦地的，他们会想到就说怎样来到将这个政权压迫的政权来到赶走。相同的，今天你和我在教堂里面也是不是会想到就说，是啊，我们住的这个地方的政府真是没用啊，我们住的这个地方的政权是压迫性的，我们住的这个地方，总而言之就讲到就说教堂是不是求先所讲的一切的形象。很容易的就会说不是，不是这些这样的形象。如果不是这些这样的形象，我们继续的花这么多的精神来做维持这些形象的事做什么的事呢？而且更重要的，在这段的经文的当中，在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话语的里面，教会是应该是怎样的？再来看一切，如果你可以翻开你的圣经的话，我们一起来到看了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八节第十九节。第十八节第十九节里面会讲到什么事呢？当然就话到，我仲要话俾你听，你系彼得，我要喺呢一个，我要将我嘅教会建喺呢一个嘅磐石上边，阴间嘅权柄唔能够胜过佢，我要将天国嘅锁匙俾佢，喺地上边所捆绑嘅，喺天上，喺地上边所释放嘅，喺天上边都系一样。三点好基本嘅，亦都好简单嘅。就说到这个主耶稣基督所说的教会，他们的使命、他们的目的、他们的存在价值是怎样的。上年
Jenny 同我有去到唔同嘅開會，其中一個就華聯會，唔知道大家有冇參加過華聯會？如果係有機會嘅話，我亦都鼓勵各位嚟到參加呢啲咁樣樣嘅一啲嘅聚會。華聯會裏邊，上一年嘅華聯會裏邊會問到一個嘅問題。這個問題就話十年之後華聯會的教會會是怎樣呢？其實這個問題早已經在三十年前就開始應該問了，只不過是上年才有人敢開口來問這個問題。十年之後華聯會的教會是怎樣？問的人早已經知道，亦都各位在座的早已經知道，現在的華人教會在北美的在老化，現在的華人教會在北美的在萎縮，現在的華人教會在北美的我們下一代不在這裡，這些已經是早已經知道。但是十年之後，亦都話喺呢十年嘅時間嘅當中，你同我喺教會裏邊可以做啲咩嘢？我哋亦都請咗一個嘅講員，董家華牧師。我唔知道你識唔識佢，只不過佢講咗一句好典型嘅一句話。喺熒光幕上面，你亦都會睇到，佢就話到話下一代。下一代的年輕人，不是年輕人離開了教會，而且是教會已經離棄了年輕人所住的地方。教會已經離棄了或者離開了年輕人所住的、所處世的地方。咩意思啊？唔係話到話，哎呀，佢哋今日唔係住喺 Monterey Park， 佢今日唔係住喺 Alhambra， 佢今日唔係住喺華人區，唔係咁嘅意思。而呢個所處嘅地方就話呢個個世界。今日你同我所諗嘅一個嘅教會，係咪一個已經離開咗社會？我哋好似變成一個修道院咁樣樣嘅一個情景。你話我哋已經就話，哎呀冇所謂啦，阿 B 阿妹佢哋咧已經雖然係三十幾歲，而家佢哋咧亦都係講英文，所以咧佢哋就去呢個西人教會冇問題嘅。只不過喺南灣教會嘅經歷嘅當中，我嘅經歷裏邊，大部分三四十歲的呢一批，舊陣時係嚟主日學，舊陣時係嚟教會裏邊參加活動，舊陣時同我哋一齊去到 Westmont 嗰度嚟到做夏令營嘅時候，呢一批已經有細路，已經成家立業，已經買房買，已經做其他嘅嘢。絕大部分的這批不去教會了，任何教會都不去。為什麼？主耶穌說到陰間的勢力，教會是陰間的勢力，不能夠勝過他。主耶穌也說過，我要將天國的鎖匙來到給你。同時的主耶穌亦都會講到，你在地上面所捆綁的，你在地上面所釋放的，在天上面在永恆的當中都有相同的事情發生。你跟我想，這個可能是一個十分龐大的一個使命，是這個是，只不過我們在這個龐大的使命的當中可以做啲乜嘢嘢？教會係咩樣咧？首先可能就講到話陰間嘅權柄唔能夠勝過佢。
阴间嘅权柄唔能够胜过教会，但系就话到今日，今日你同我喺教会里边有冇咁样样嘅挑战？好多时候谂到就话啊，教会啊，如果是安安静静，如果是平平稳稳就好了，因为我也希望我的家是安安静静平平稳稳没事，等我见主耶稣基督面那一天。问题就说，为什么耶稣要讲到阴间的势力，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为什么耶稣不讲到就说，哎呀，我赐你平安，我赐你祝福。我相信对大家来说，这个也是一个十分明了的一回事。因为说到如果是没有一些的挑战，没有一些的冲击，就不会感觉到有阴间的权柄。而这里主耶稣基督是挑战彼得，也都挑战众教会，所有以后的教会，你们不是等着去天家的。有一个很古老的诗歌，我不知道你们 今时今日还唱不唱，基督精兵。很奇怪的，就说到什么叫做基督精兵啊？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字眼啊？为什么不是说基督好学生？为什么不是说基督的跟随者？为什么不是说其他一切的比较平静比较安稳的，而说到是基督精兵？阴间的势力不能够胜过他。今时今日，我相信你和我和我们的下一代，或者是我们的邻舍，或者是我们其他接触的这些人，你当他传福音的时候，你当他跟他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未必是听你讲的道理，他们其实注重的是你有没有活出基督的形象。你是不是一个真的关心邻舍，是不是真的一个爱邻舍的一个的人？不单单是星期日在教会里面，而且是星期一到星期六，他们关心的是你在世界上面，教会在世界上面其实做了什么事。很久之前我有一个同事，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很有爱心，每年他都会捐钱去一些的慈善机构。当我跟他讲到有关，哎，你今年会捐钱捐去哪一间啊，哪一道啊，有没有想过捐给这个基督教团体那里啊，或者是这个事工那里啊？他就问我一句，在南加州哪一个基督教的团体其实是造福人群的？慈济很容易的看到，佛教的慈济很容易的在电视上看到，其他的很容易就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事。基督教的团体怎么样呢？我想了一阵，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后来我想到就说，是在南加州我们有角声，而角声他们真的在为到华人社区来做些事，
为到呢啲嘅有癌症嘅、有忧郁嘅、有谂住嚟到自杀嘅，嚟到做啲嘢。呢个系一个非基督徒问一个基督徒嘅一个嘅问题。你同我所关心嘅、所花时间嘅、所注重嘅是啲咩嘢呢？耶稣基督都会讲到，当你喺最细嘅一个或者最微小嘅一个嘅身上边所做嘅，就系同喺我身上边所做嘅一样。黑暗嘅势力唔能够胜过教会。当教会真系嚟到执行耶稣基督所讲嘅、所做嘅、所要的，我要将天国的锁匙给你。天国的锁匙很多时候是什么呢？你和我都会想过，就说这个是永生的权柄，这个是可以和神回复关系的，这个是可以上天堂的，这样样的一个的权柄，是不是？上年在这个区会，就是说宣道会区会那里，区监督就说，哎 Peter 啊，你和其他的一些的牧师来到参加一个的全福音的一个的小组好不好啊？你知道啦，如果區監督問到嘅話，當然係要講 yes 噶啦，當然話好噶啦，好 yes。傳福音對你同我嚟講係啲乜嘢嘢嘅樣嘅咧？係唔係講到攞本四律，或者講到福音橋，或者講到其他嘅工具點樣樣同一啲嘅陌生人嚟到喺三分鐘、兩分鐘之內嚟到講到耶穌？是救主，你有罪，我哋唯一能够被罪，唯一可以有罪得赦免嘅，唯一可以能够见到神嘅国嘅，就系通过耶稣。我相信你同我都已经好熟悉呢一啲嘅方式，只不过咁多年之后，我哋嘅对象仲系啲咩人呢？我好多时候听到我教会里面或者其他嘅弟兄姊妹会讲到，就话啊，我已经系一个二三十年嘅基督徒啦，我所识嘅人都已经系基督徒啦，我冇办法传福音。呢一个小组里面俾我哋有一个嘅挑战。俾我有一个好大嘅挑战。佢话到话用几个嘅 acron， 用两个唔同嘅 acronym， 即系话拼字出嚟嘅英文噶啦 ，OK。所以荧光幕上面咧，你可能会睇到 Francis F R A N C E S， 中文将佢翻译成为朋友、亲戚、熟嘅人、邻居、同事、敌人。陌生人，呢啲都系你同我喺生活当中一般嘅生活里边有接触到嘅一啲嘅人物，而喺呢啲唔同嘅平台上边，福音系可以嚟到传开嘅。天国嘅锁匙已经俾咗你同我啦，而要开嘅门或者要开嘅心门。就是这一批的人，朋友、亲戚、熟人，同这个邻居、同事、敌人和陌生人。换句话来讲，就冚唪唥所有的人啦。OK， 我住在 Hacienda Heights， 师母同我住在 Hacienda Heights 已经是住了差不多二十几年了，三十年了 ，round number。我对我的邻居不是几熟，
真係唔係幾識。因為當我睇到我喺做工嘅時候，朝頭早一早就趌咗起身，開車就翻工。其他人做啲咩嘢，我唔係幾知道。晚黑翻到嚟屋企嘅時候，亦都天黑。Weekend 嘅時候，亦都去咗教會。咁我點能夠識我嘅鄰居呢？這個可能是藉口來的。經過這個這樣的小組一兩次之後，小組長就說，你寫一個表吧，每個人有一張表，然後呢你看上面呢就寫你的鄰居、你的同事、你的敵人、你的朋友的名字在上面。這個這樣的 exercise 我相信大家都做過了。每個月來到報告給所有在小組裡面的人聽，你在這些的不同的名上面、的人名那裡做了什麼事呢？說了什麼事呢？這個呢就未必那麼容易做到了。聽了這個之後就說是我應該這樣做。我前幾年我們住的家的左手邊那個鄰居，菲律賓人，星期日晚黑由教會回到家的時候，突然間看到這麼多消防車、這麼多的警車在他家門口，什麼事發生啊？沒辦法入到去，冇辦法入到我屋企自己嘅呢個 garage 嗰度。後來先至知道，哦，原來嗰個嘅先生，嗰個老公心臟病發作，就喺嗰個 driveway 嗰度去世。佢哋急救咗20多分鐘冇用。雖然我知道佢哋係天主教徒，但是在他在生之前真的没有一两句话说过。这个是我的罪过，这个是我的遗憾。现在这一年里面有几次我们在尝试的 Jenny 和我尝试的认识我们的邻舍，左手边的當他先生去世的時候，我為他來到做禱告，在他家和他的親戚一起來到禱告。右手邊的是一對的夫妻和他的弟弟，是由廣東來的。前面是一對的老夫婦，現在我都認識他們的名字，剛剛才來拜年過，他又給點東西，我又給點東西，總言之就說起碼有一些這樣的一些交流。但是要講些什麼東西，怎樣將福音的訊息給他們知道？雖然我知道前面那對的老夫婦太太已經是80多歲，他前幾年跌親那個盤骨碎了，他現在行動很不方便。有昨日、前日，我才要跟他追他的狗仔上了山那裡，追回的就抱回狗仔下來。要跟他們說些什麼？說到就說另外一個 acronym BLESS 祝福 BLESS 祝福些什麼？說些什麼？ B就講到 begin with a prayer， 講到就話喺所有做嘢之前，你同我都已經知道啦，所有嘅事情都要喺禱告嘅當中，求神嚟到托住啊嘛，求神嚟到指引啊嘛，求神嚟到俾我哋睇到啲咩嘢嘛，禱告先。禱告之後係咪就可以同佢哋分享四律啊？唔係，仲有其他嘅。因為他不認識你，你不認識他。一般的美國人，一般的華人，一般的人，其實任何世界上的人，
都会有心里面要讲的一些的话，握住好耐，握不住的时候怎样啊？会发神经的，要听他们来讲他们的经历。一般的人都有一些的经历。我对面那个老太太，她有她的经历，她的爸爸是这个德国裔的人，她的妈妈是这个台湾来的，所以她生出来的样子就不是几次中国人的样子。她小过的时候，在这个 Chinatown 的时候有些不夾啊，個個看著他都奇奇怪怪的樣子。聽不同的人他們的苦水，他們的心聲，他們所要講的事，不是就說過耳邊風就算數，真是聽入去。下一個步驟就更簡單了，對我們華人來說 Eat， 誰不喜歡吃東西的？請問啱啱過咗農曆新年，我相信豪氏發菜啊、蒸魚啊呢啲你都食過噶啦。只不過就話，我哋可以分享一啲嘅嘢，一齊食餐嘢啊。對年輕嗰批可能飲杯咖啡啊，對我哋華人嘅年輕嗰批就可能食飲啲嘅波霸奶茶。我知道波霸奶茶對你同我嘅血管都唔好，但係咧。哎呀，为基督缘故就饮下啦。食嘢可以帮助你同佢倾偈，帮助你同佢嘅距离可以拉近。可唔可以讲四律啊？而家做咗咁多嘢，仲未得。喺里边仲会讲到 S，serve。你侍奉他，这个很多时候你和我在教会里面都已经被教到很熟的了。帮他们嘛，好像说他帮那只狗仔将他跑上山那里，然后将他抱回来帮嘛，侍奉嘛。或者和他煮餐餸，有时候 Jenny 和我就去这个，因为那个老太太很喜欢吃这个的叫什么General Tso's Chicken， 唔係幾記得，左宗棠雞 ，thank you， 乜做啲個左宗棠雞咯，冇乜問題嘅啫 ，Sir， 只不過喺基督徒嘅經歷嘅當中有一樣嘢，我哋好唔時時都唔會做到嘅，係俾人 serve 翻你啊，唔係禮尚往來。是俾人哋知道你都有需要，將個關係將佢拉翻埋佢，唔係你高高在上可以幫到佢，而係你同佢係平等嘅，佢幫你，你幫佢。最後你先至有咁嘅權嚟到同佢講到你同我喺基督裏邊被造就嘅一個嘅改變。我们人生信了主之后，圣灵是会改变你和我的。保罗会用到一些形容词，就讲到就说好像一个旧人，好像一个新人，你要将个旧人怎么样除去，或者好像件衣服一样将它剥了它，所以新的人才可以被显示出来。天国的锁匙已经给了你和我了，而我们是怎样用这把的锁匙呢？但是很多时候可能你和我都害怕，我们害怕人家怎样看我啊，我们害怕如果这个教会的形象
唔係我所諗嘅形象，咁樣樣點辦啊？如果我所住嘅地方出咗啲唔係我想要嘅問題，點樣辦呢？核醒就係我哋住嘅地方，上年嘅時候，呢、這個市政府就話：，市政府就話到話喺 Hacienda 離開我哋屋企冇幾遠嘅地方，有一間以前嘅 Motel Six， 而家佢哋要將佢改造成為一個 homeless shelter。講咗呢個之後咧，然後我哋聽到消息，市政府就話要開個會。Jenny 同我咧亦都去嗰個會嗰度。嗰晚去參加開會嘅呢一啲嘅市民，係我咁多年嚟第一次見到咁多人，而且咁多年嚟第一次見到咁多中國人。兩個鐘頭嘅開會，成個個科幾百人坐嘅地方全部滿曬。政府官員一句話都唔能夠講，所有嘅人喺度嘈住，唔要唔要唔要。而家仲係起緊嗰個 homeless shelter。唔同咗嘅地方，我哋所顧念到嘅，或者我哋所注視到嘅，係咪我個屋價會跌咧？但係唔係諗到就話呢啲無家可歸嘅，佢哋會住喺邊度咧？天國嘅鎖匙已經俾咗我哋，而且唔單單係俾咗我哋，神亦都會講到，耶穌亦都會講到，就話你喺地上面所捆綁嘅，你喺地上面所釋放嘅，都有佢嘅 consequence， 都有佢嘅後果，而且呢個後果唔係暫時，呢、這個後果係永恆嘅。當我哋諗到捆綁嘅時候，第一個可能諗到嘅就話到話係啊，我哋而家嘅社會裏邊嘅道德嘅倫理嘅行為係好壞，所以教會要做明燈，所以教會要幫助呢個社會嚟到走翻正路。只不過，这个是不是要捆绑的呢？这样释放的是什么东西？我们的社会当中有很多黑暗的地方。我们说南湾教会是一个地方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我们教会那条街就好像分界线一样，向東行，越向海邊行，就越多的 homeless， 越多的這個 貧民的，越多的這個好像香港近似洗字區那樣的東西。向我們西行，越西行的話，就越是豪宅，越是很有錢的，千幾萬、幾千萬的都有的屋。我們就好像在分界線那裡那樣。这些在贫民区，这些在这个的洗字区住的那些的人，几代几代都没有任何一个的家人入过大学。我们今天时时都会想到，是啊，阿仔啊，是啊，阿女啊，你一定要入大学啊。如果你不入大學，很丟架的。如果你不入大學，你沒有前途的。如果你不入大學，有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事。只不過，這些在洗字區的，或者這些在 Government Housing Project 那些的人，他們又怎樣呢？同時，他們也沒有福音。黑暗
而呢个系俾罪捆绑嘅黑暗，系佢哋可能系吸毒，佢哋可能系做其他一啲你同我好唔中意嗰啲嘅嘢，亦都系话啦行为道德上面好唔应该嘅嘢。只不过主耶稣会话到，我个福音是要俾世人有生命，你哋是要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帮助天父、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释放他们在这个黑暗捆绑的当中。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是有什么目的的？教会是应该做些什么事的？主耶稣已经讲过，第一是什么话？黑暗的势力不能够捆绑他。第二，耶稣会讲到就说，天上面的锁匙已经给了你。第三，在地上面所捆绑的，在地上面你所释放的，在天上面都是这样。宣道会亦都睇教会有啲咩睇法咧？宣道会会讲到就话教会系一个乜嘢样嘅？系一个 Christ Center Acts 1:8 Family， 以基督为中心，使徒行传1:8嗰个样嘅家。理论十分好嘅神学理论，但系做出嚟系点样样嘅咧？结尾的时候，我给大家两三个不同的例子。在宣道会的当中有很多不同的教会，在我们以北的地方有一个教会是华人教会来的，他们的主任牧师退休了，好像你们的主任牧师退休了一样。他们的主任牧师退休之后，他们有一个新的主任牧师，新的主任牧师不是一个华人，新的主任牧师是第二代的韩国人，一句中文都不懂的。旧的主任牧师在的时候，教会是三堂，跟我们教会，跟这里教会一样，广东、国语、英文。现在他们的教会每个礼拜日每个 weekend 大概是有八堂的聚会，加多了 Cambodian 柬埔寨，加多了 Spanish 西班牙语或者墨西哥人，加了中东的 Arabic 的语言，还有其他教会。还是不是华人教会啊？似乎不是，但是他们还在华联会里面很活跃的。另外一个教会，美国中部一个宣道会，白人的教会，他们主任牧师也都老了，也都退休了。他又问他们的教会里面的人，就问当地的这个区监督，哎，你可不可以帮我们来到找一个新的主任牧师啊？可以可以可以，找了两年还没找到，因为这个不够 fit， 那个不够 fit， 怎么办啊？区监督也都开始在那里担心了，哇死了，怎么找不到怎么办啊？但是当地的事，当地没有几远的地方，就有一个新的宣道会，80人左右的啫，好细下。而这个新的宣道会，他的主任牧师是一个第二代的韩国人，他们教会里面大部分都是亚裔的，第二代的韩国人，第二代的中国人，第二代的其他的人。他监督就问这个主任牧师，哎，你可不可以帮下手啊？
你可唔可以幫下佢哋呢個白人教會嚟到揾一個新嘅主任牧師啊？你自己咧，你自己可唔可以去諗呢樣嘢啊？呢、這個第二代嘅韓國牧師就諗下諗下諗下，哎呀，佢哋都係白人，佢哋唔會聽噶啦，而且佢哋都好老下噶啦，冇乜增長能力噶，合併咗點辦啊？禱告咗兩年。这个两个的教会就合并成为一个新的教会。在这个合并之后没多久，他们开始植新的堂。所以现在不是一个，不是两个，是三个。他们当中不单单是讲英文，不单单是亚裔的或者是白人，他们当中还有是黑人，还有是这个墨西哥人，还有中东人。天国的锁匙给了他们，而他们肯用。地上面的黑暗的势力不能够胜过他们，所要释放的，从罪里面被释放的，在永恒当中也都被释放。最后一个例子，一个华人教会，我哋教会喺南湾咧，喺疫情嘅当中，就同好多教会一样，要停止聚会。我相信你哋当中亦都停止咗好耐一阵嘅时间。停止聚会之后就出嚟啦，就大家可以再聚会啦。虽然仲系戴口罩，我哋都系又有六尺，又有诸如此类，个个都会咁样 experience 过噶啦。只不過就話到今時我哋嘅南灣嘅教會同疫情之前嘅比較咧，我哋少咗人，而且少咗唔少嘅人。呢、這個嘅華人宣道會亦都同樣嘅係有咁樣樣嘅個情景，喺個 shut down 嘅時候，佢哋係冇喺教堂聚會；開翻嘅時候，佢哋亦都喺教堂聚會，只不過唔見咗好多好多嘅會友。附近有一个新的宣道会的牧师，是一个中东专门对这个 Arabic 专门对中东人来到传福音的一个的教会，一个宣道会问这个的华人教会、可不可以借你们的教堂来到用一用呢？可不可以每个礼拜六或者每个礼拜日来借来用呢？理事会就同呢个嘅宣道会，新嘅宣道会嘅教会嚟讲，对唔住，唔能够，我哋系华人教会，唔系中东人教会。天国嘅锁匙，黑暗嘅势力，你同我喺地上面所做嘅教会系咩形象嘅咧？希望大家将主耶稣基督嘅话记喺心里边。同時的同你們的理事會，同你們的長執，同你們的牧師來一起合作，來到看到主耶穌的名被高舉，教會是這裡地方的明燈，是這裡地方的鹽，是這裡地方人的生命可以被得救。齊禱告。親愛的主，我們感謝你，感謝你的看顧，給我們有這樣的一個機會来到看到你的教会。土耳其、欧洲，很多时候给我看到个教会的形象，一个我没办法来到想到的形象。大主，你说你会在这一块磐石上面建造你的教会，而这块磐石是永恒的，因为你就是永恒的主，你是永恒的神，你也都是这个教会的主角色。就求主你一路的看顾，给你的众教会来到朝着你的方向，将神的话语，天国已经近，天国已经在这里，将你的福音
来到带遍每一个角落，造就使每一个人成为你的门徒。我们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